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，世界仍不太平，我们应坚决摒弃冷战思维，携手缔造和平安宁。我们应对话协商，弥合分歧，共商共建治理规则，以务实成果推动海洋安全治理迈上新台阶。中国一贯坚持同直接当事国友好协商解决海上争端，但对蓄意侵权将依法正当维权，对无理挑衅将坚决据理反制。我们不惹事，也绝不怕事。中国军队将坚决捍卫祖国统一和国家利益。